功夫仓鼠网上热播。电影将熊猫打造成打得又睇得。又将老鼠仔变成主食能手。如果老鼠仔的巧手厨艺换成驾驶的功夫会变成点呢？等等等等，未变成呢一只功夫仓鼠啦。咪以为佢得个款啊，无影鼠爪相当厉害，撩佢玩嘅俄罗斯后生仔即时受伤。唯有变招，搵只拖鞋同佢玩。就算跌落地，一招仓鼠翻身就掂啦。最后两个后生仔用拖鞋送佢翻田道放生。呢一条片喺网上热播，野生动物专家话只仓鼠可能系保护儿女心切嘅妈妈，觉得有外敌入侵，所以猛烈攻击。